一个省钱的好消息要告诉大家一下，不光灯下单呢立减 13%， 这个呢是抖音官方的一个活动啊，是下单立减的，那相当于呢就是打了一个87折啊，这个就超级划算了，可以减好几十块钱。而且正阳的灯呢口碑一直都是挺好的，它是既经济划算，然后上色效果又很棒。我呢一直用的都是正阳的这一款灯，而且推荐的呢也始终是这一个品牌啊，真的是很亲民很好用了。比如说从我橱窗或者是视频下方的链接点进去，这个灯的价格呢它写着立减 13%， 这个是平台帮我们省的钱啊，千万别错过。然后点进去这个呢，看一下里面这个价格啊，原先是209的，现在是券后171块钱，反正就是你买的那个价格越贵的，它省的钱就越多。比如说这个269的，它就省了将近是40多块钱，所以千万别错过中秋的这个价格福利啊，超划算。然后近期呢出去玩了一个星期，今天刚回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一个星期我不在有一些没上盆的多肉它能维持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一颗冰魄的发根是超级理想的，我不在家呢，家人帮我每天大概就是只照5-6个小时的灯，所以它稍微有一点点褪色，如果每天灯照久一点它应该会变得很红了。草莓杏仁对比一下刚来的这个状态啊，现在是整体通透，真的是非常粉嫩可爱，但是它这个发根的速度呢就稍微慢了一些。再看一下这颗雪塔一个星期的前后对比，现在是不是变化超级大啊？这个芯儿呢现在是变透了，而且变大了，非常的粉，绿色呢也已经完全褪掉了，超级棒。再看一下这颗晴空珍妮，现在这个芯儿啊是超级油超级透，整体的颜色呢也是超级的干净清透了，一个星期的状态变化还真的是蛮大的。基本上我买回来的多肉如果说没上盆，我都是放在灯下的，一个是让它自然发根，第二点呢就是通过灯罩可以让它上色。最值得说这颗刚毅，你看和刚买回来一对比，简直不像是同一颗多肉，这一颗的变化简直就是让我太惊讶了。外出回来以后他们带给我的全都是惊喜，哇，这个芯儿简直就是无敌了。还有这一颗夜莺，买回来呢忘记拍照了，现在呢它已经开始出芯儿了，带状态了，根也发得很好啊，可以上盆了，但是这两个飘枝呢我真是特别不喜欢啊，之后可能会给它掰下来。好了，反正现在到了秋天呢，它是多肉上色的季节了，如果是室内阳台挡的，有了补光灯呢就事半功倍了。我现在这一层用的灯是 0.9 米80瓦的白光，给大家做一下参考，如果有不懂的不会选的可以来问我。